Judy 没有来。不用介绍了，十分出来了。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黄财神本尊法，与会大众恭敬合掌，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传承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三师及诸佛。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而拜诸菩萨。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师母莲香上师请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今晚的贵宾欢迎廖东洲大使、长老莲花常人上师、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王真，来自新加坡。
欢迎你。主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德珍，来自新加坡。欢迎你。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叫吴立成，我是在多伦多来的，我第一次来西雅图，大家好，欢迎你常来。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卓丹，跟我带苏西郑伊妮。欢迎你们。谢谢。亲爱的师尊好，师母好，诸位善知、教授师、法师、善信大德，大家好，我叫莲花觉龙，莲花多娇，莲花天齐，莲花中汉，莲花校长一田，我们是来自维吉尼亚，属于登堡雷弹次，我们很高兴在师尊加持下有这个因缘，今天和大家欢聚在一起，感谢师尊，感谢诸位菩萨，欢迎你们。我的名字是 Christine， 我小时候35年以前我有来，我很高兴来，我高兴回来这里。欢迎你常回来哦。I speak English, so sorry. My name is Amy Chu. It'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I come fro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elcome. Dear 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盐山澳洲悉尼盐山雷藏寺的同门，我。第一次来是1997年，师尊带领我们拜梁皇宝忏，是第一次拜梁皇宝忏。那么我临走的时候，师尊说以后再来，我盼了好久了，盼到今天，感恩师尊大加持，那我终于再来了。欢迎您哦。师尊好，师母好，我是玛雅，来自印尼。今天我真的很高兴来到夏都，跟师尊师母见面，参加发挥，谢谢。欢迎你。敬爱的师尊好，师母好，我是香港十方同修会的莲花佳慧，我2个月没来，不过不是有喜。2个月没来，不是有喜。师尊、师母、上师、教授师、法师，各位师姐、师兄，大家好，我是香港十方同修会的莲花翠心，我都有3年没来了。一个是3年没来，一个是2个月没来。好，欢迎你们。谢谢。龙边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好，龙边没有，请的有，请站起来，麦克风。My name is Vipra, and I stay close by here. I came here earlier before COVID, so I'm blessed to come here again. Thank you. Welcome. 还有吗？龙边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没有，虎边这一边，虎边的要做自我介绍，请站起来。一天没来。我敬爱的师尊、师母，各位上师、法师、各位师妹师姐，晚上好。
我呢与师尊师母在1996年结缘，当时候我开了一家叫日玉轩的餐厅在 Bellevue， 我从来没有认识师尊那时候，但是他就把所有的地址就介绍给我们餐厅，一路每天都天天很忙，但是我当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今天有缘，终于今天晚上我过来要加归于，然后我把我们的公司20%的盈利全部捐给西雅图回乡制和供养大家，所以你们有时间有机会多多帮衬，也是你们的一份捐款哦。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好，欢迎你，恭喜你加入真佛大家庭。谢谢各位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您好，您好，你的名字？我们只有一位师尊，一位师母。新皈依的，新来的同门。I'm really sorry。师尊师母好，我的名字是莲花伯宁，来自西雅图。好，欢迎你。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欢迎您，欢迎您。只是来这边，所以很高兴跟大家。等一下他要做皈依灌顶，恭喜你哦，谢谢。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好开心、哦。师尊好，师母好，上师们、法师们好，还兄师兄师姐们好。我是莲花小慧，来自英国。这是我丈夫莲花继珍、莲花嘉怡，还有莲花嘉君，还有个莲花嘉恩，不是嘉聪哦。欢迎你们哦！谢谢。哇，好高兴哦，见到大家都来了。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崇明。我是莲花龙仪。我们来自美国东部宾州，真的师尊的加持，能再有一次机会来西雅图参加同修，感恩师尊。我也是巴西真谛雷藏寺的先遣部队，感恩师尊，欢迎你们。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同修。同修黄财神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以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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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做十五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
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扎拉旦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唵多罗多罗帝韦娑哈。念招请咒。Om Ah Hom Soha Om Ah Hom Soha Om Ah Ho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财神同修祖尊南无黄财神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身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兀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地利，回天心上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地利，回天心上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地利，回天心上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三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黄财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尔瓦达达嘎达依达姆咕噜那那面扎那卡尼尼耶达雅密，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若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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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明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僧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清净保守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松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呵求呵得，陀罗尼得，尼阿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春林春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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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逆摧者，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活。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此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
共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南得，阿弥尼哆比伽南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南得，阿弥尼哆比伽南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南得，阿弥尼哆比伽南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受解根本上师大拜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上师大拜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此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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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受解黄财神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观想米上的三支香，袅袅的烟变化成一个月轮，月轮中有黄色种子字真字放黄光，月轮中真字旋转化为一尊做事的黄财神，黄财神的身子是黄色半家夫座，头顶黄金的宝冠，宝冠上饰满宝石，脸圆，腹态略微，身子披宝石链，其右手持一宝，如柚子形，左手抱住一只兔宝鼠。在观想黄财神右脚下垂的大拇指肿起渗痛，此时心中念三遍：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在招请虚空之中五佛字，观想空中五佛住于黄财神的上方，各放五道光灌顶黄财神。此时念灌顶真言三遍：嗡吽真色啊，嗡吽真色啊，嗡吽真色啊。由于五佛住空中对黄财神的灌顶，
黄财神右脚的大拇指的肿痛退去，黄财神面露笑容。于是兔宝鼠的口张开，吐在米盘上，米山变金山。此时可观想一切自己所祈求之物从兔宝鼠的口中吐了出来。再来观想黄财神住在自己的头顶凡穴，自身中脉心轮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种子字梵文放光。观想黄财神在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梵穴进入自己的中脉，顺着中脉一直降到心轮，坐在心轮的莲花上面。黄财神在自己的心轮莲花上面渐渐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一模一样，自己就是黄财神，无二无别。持黄财神心咒108遍，先做持念珠观想。持咒：嗡真巴拉查楞查拉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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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真巴拉查楞
擦拉耶娑哈，唵增巴拉擦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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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拉耶娑哈。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d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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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ti So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bay 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bay Ahu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um Deyata OmBe ka zi ya, be ka zi ya, ma ha be ka zi ya, la za sa mo kya de he so ha. Namo 36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甚尊秘密住，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甚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士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诵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 ：Om Amma No Ni Zu Wen Di Ye So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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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ma No Ni主文的耶稣哈 ，Om Amma No Ni 主文的耶稣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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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ma No Ni 主文的耶稣哈。Om Amma No Ni Zu Wen Di Ye S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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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北方天王贤富足，一切财宝降无数，现前一切皆圆满，是为佛门护法住。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由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北方多闻天王黄财神，忽有圣尊佛体长寿永安康，五佛放光福分增，增财偏财皆饱满，十方敬爱皆具足，常乐自在任意行，常住娑婆转法轮，利乐无量众生界。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财神，敬礼真巴拉房财神，敬礼真巴拉房财神。祈请五佛接引，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真巴拉房财神赐福有缘大众，法财如雨珠，资粮具足。祈请护持佛弟子身体健康，祈请护持佛弟子精进修行，祈请佛弟子知晓布施，祈请真巴拉房财神加持佛弟子能行六度。巴拉房财神，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请护世四天王、多闻天、持国天、广目天、增长天四天王护持佛法，护持众生，让瘟疫退散，病毒退散，让地水火风灾难退散，日夜星辰正常的运行，春夏秋冬没有乳乱，让世界祥和平安吉祥，让所有的佛弟子能够安静修行，让灾难退散，怨敌退散，病毒退散，厄运退散，恶念退散。问
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bo Kayu Mepawa Anulato Mepawa Sarwa Siddhi Mepulaya Cha Sawa Kama Sota Me Chita Musri Y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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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b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rwa Siddhi Mepulaya Cha Sawa Kama Sota Me Chita Musri Y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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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b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rwa Siddhi Mepulaya Cha Sawa Kama Sota Me Chita Musri Y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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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G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而拜诸菩萨。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是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接下来，请大家先观赏由真佛波耶藏的一段影片。2023年520我爱您着色比赛，彩绘面带笑意，相好庄严，既可爱又圆满的满愿童子，就在美西时间5月30日截止收件了。在第一件跨海来自新加坡的8岁张瑞文开始，接着全球各地陆续漂洋过海，涌入近800件的竞赛作品。当我们兴奋地拆开参赛作品，每张作品都看得到参赛者的用心与巧思。每位用心的参赛者，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次着色比赛的赢家，因为你们都会跟满愿童子相应的。这次参赛者年龄最小的台湾杨定展3岁，年龄最长的台�湾张许金莲91岁。而异于以往的是，这次参赛由以道场或单位发起的。例如美国知城雷藏寺以请佛住世为祈愿主题而彩绘，还有马来西亚大德佛学院法伦雷藏寺，以及首度参加的西班牙明照同修会澳洲盐山雷藏寺，带领同门一起彩绘参赛，感谢共襄盛举，丰富了这次着色比赛活动。从参赛画作的创意，很显然大家都有仔细听卢师尊的开示哦。卢师尊说，那满愿童子其实也就是明杰拉童子，在释迦牟尼佛时代，荷利地母他就是鬼子母，他生了500个小孩子，这个明杰拉童子是最小的小孩，鬼子母呢，他喜欢的，他最疼爱的宾杰拉童子，这个宾杰拉童子被关在释迦牟尼佛的钵里面，这个钵本身就有法力的，他在被关在里面，等于得到释迦牟尼佛的
最大的加持，冰杰拉同志，你给他吃雪糕、冰激凌，哇，他最喜欢的。你给他吃糖，他就蹦蹦跳跳。请他问事情，真的灵得很啊，灵到你受不了。虽然这灵验是画不出来的，但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参赛者马来西亚7岁童玉彤和满愿童子间的小故事。小玉彤在参加卢师尊首传满愿童子的法会过灌顶关时，高喊着：“满愿童子，去跟我做朋友吗？”拜托，我看到你，我想见到你，可以吗？回就这样一路心心念念的回到马来西亚，然后每天就给满愿童子糖果吃，很诚心的要跟他做朋友。一个多月后，有一日他告诉母亲，满愿童子告诉他某一位叔叔是坏人，要小心。父母原本认为是童言，不以为意，没想到之后获知，证实了他所言不虚。而后试着几度问世，更应验卢师尊所说的：“灵到你受不了。”卢师尊又有说：“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能够跟你相应？因为他本身是童子，他出来以后呢，帮助所有的众生。”您看，小小玉童的诚心，满愿童子真的就满了他的愿，来跟他做朋友，也印证了师尊的开示。您是不是也很想和满愿童子做朋友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莲生活佛即将于2023年7月2日在彩虹雷藏寺二传满愿童子法，并赐送满愿童子法的灌顶，难得的法缘，请勿错过哦。在这次参赛中，我们看到了一件创意及用心程度着实令人佩服的作品，不得不特别介绍。因为参赛者仅仅用了一张 A4 大小的纸，却完整呈现了2023年520着色比赛活动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看，他除了将满愿童子主尊彩绘细腻外，第一，顶上绘制佛陀，象征着根源传承，因为满愿童子的法力是来自释迦牟尼佛的钵。再看作品上方左右两边有两位天女手持寿桃从天而降，表示这是一个祝寿的作品。第三，在背光处环绕着满愿童子的种子字拉字。第四，复制了多位满愿童子为分身，传达西雅图雷藏寺的千珠祈求千处愿的全球祝祷活动。第五，传神的绘制笑容可掬的师尊师母，来祈愿师父身体健康，师母平安吉祥。第六，利用水的涟漪写满了请佛注释祈愿文，让祈愿文有源源不绝在弟子们心中环绕及回荡的感觉。这是来自马来西亚莲花三维的作品，除了出色的绘画用色技巧外，有着太多令人惊艳感动的细节在其中。感谢他的用心，真佛波野藏将此作品选为祝寿特别奖，作为向法王画家贺寿的献礼。现在第一轮成绩已经出炉，评选成绩占50%，即日起在真佛波野藏网站活动区分别公布一般组及儿童组入围名单，开始进入第二轮的票选竞赛，唯有加入波野藏会员方可投票，投票自即日起至美西时间2023年6月30日止，票选竞赛成绩将占50%，足以翻转大局，所以大家赶紧为入围者投票拉票吧。最后感谢马来西亚一幅文化公司印尼一灯基金会的协助。此外，为了答谢近800位参赛者对活动的支持，真佛波野藏将为所有参赛者报名莲生活佛2023年7月2日与美国彩虹雷藏寺所主持满愿童子护摩法会，
也共同祈愿莲生活佛长寿健康，自在任运，师母莲香上师平安吉祥，也庇佑所有参赛者平安健康。哇，每张作品都好用心，好棒哦！所以大家赶快要跟满愿童子做朋友，要上这个真佛博业帐投票哦。也大家也不要错过7月2号，师尊将在彩虹雷帐寺主持的满愿童子护魔法会。谢谢真佛博业帐。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莲花九如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真巴拉黄财神、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帝，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师尊好。心照感恩。心照感恩。爱してる。爱してる。谢谢。オー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スコイン、一番、気持ちいい、チ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那刚刚我们看了这个中佛波业藏做的满愿童子，那这个彩绘啊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很多的活菩萨，你用画的画活菩萨的像，有好几尊的你画了活菩萨的像，然后就会印在你的心里，印在你的心里，
最重要它是在有一种化佛菩萨的像会印在你的心里，跟你去想念佛菩萨是不一样，因为你自己用手画，你的精神就在那个画里面，而且会印在你的心。说很多人还有很多的密教弟子，他是用画活菩萨的像来作为一种修行，画他的像等于在画你的像，画你自己的像，因为很容易印心的缘故，因为你自己亲手去这样子去琢磨他的形象画出来，久而久之啊，你在观想就非常容易，一闭眼你就会可以看到他。所以这个彩绘啊，比丽云嘎很容易跟满愿童子会相应的。那我们修这个真巴拉防财神，那当初的时候八大本尊当中，我们也是以真巴拉防财神啊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本尊之一，财神的本尊之一。在他也是护世四天王啊，护世四天王有多闻天，他是多闻天，另外还有持国天，另外真常天，还有广目天。在中国大陆所有的那个寺庙，中国式的佛寺，一进山门就是四天王啊，一到了山门呢，大部分都是四天王，然后中间坐的是未来佛、弥勒菩萨，那转过一边呢，就是韦陀护法啊，尊天菩萨。往前面望，再进去，那就是大雄宝殿。啊，中国的寺庙大部分都是一进山门，以这个护世四天王为主。护世四天王，他们本身也是佛教弟子，有誓愿要护持佛法的。另外护持佛法的，像第四天啊，第四天，另外呢这个大梵天，都是属于护持佛法的天众，护持佛法的天众。那么他本身四天王也是财神，那我们真佛宗的弟子啊，我以前讲过也是众讲中啊，众讲中，我们这个修财神法中大奖的非常的多啊。那么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财神啊，不可以轻忽，而且他会护持你，他能够护持，所以叫做护世四天王。他也是最接近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
啊，最近台湾的电视啊，都是在很多播出来的都是这个性骚扰的新闻很多，非常的多。他这里有一个解释啊，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性骚扰。你看对了眼，就是你情我愿；看不对眼，就是性骚扰。我自己个人有小的意见，如果一个女生啊，在她的一辈子当中都没有男生给她性骚扰，这个女生啊，我想大概回去就应该要哭。其实女生被性骚扰啊，只要没有很讨厌，没有那种厌恶感，就应该回去就要偷笑了。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有可骚扰之处。人家都给你性骚扰，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美的冒泡，那你应该高兴啊，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了，应该是有礼貌的性骚扰是应该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可以跟你hug吗？先问一下，啊，对方摇头，那就这是有礼貌的。每一件事情你先问对方，我可以吗？啊，这个是有礼貌的。我觉得这个不算。我觉得古代啊，古代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言情小说，古代的言情小说，那个小姐在前面走，那一个这个年轻人在后面跟着，那小姐转头一看，回眸一笑，那男的就神魂颠倒。那怎么办呢？那女的只好丢一个手帕，啊，丢下来。那男的就去捡了。去捡那个手帕，我觉得应该这个是属于可以的啊。这到底是谁骚扰谁，我搞不清楚了。或者丢一个扇子，啊，丢一下，抛下一个扇子，让男的去捡，那男的就跟着，这样就认识了嘛。我年轻的时候啊，当学生的时候啊，有时候参加那个节庆，看到很漂亮的女同学，我也会走过去跟她讲，你很像我的妹妹的同学。那女同学就讲啊，老套。要交朋友就过来，要交朋友就过来，这个是有礼貌的。我们讲这样子讲都是有礼貌的，这不算是骚扰吧？
是不是？如果一个女的永远都没有男生给她骚扰，那应该回去自己的闺房痛哭流涕。这个老师在谈到圣经，圣经啊，讲到大洪水，这个挪亚方舟吧，诺亚方舟，我是讲台语的啦。真的是正确的，诺亚方舟。对，诺亚方舟，讲到大洪水把地球上的生物全淹死了。小明问老师：“你确定所有的生物都死了吗？”老师说：“确定。”小明说：“那鱼呢？”老师说：“你给我滚出去。”有一位20岁的辣妹开车被警察拦下来，那个辣妹就主动的问交通警察：“受了伤用酒精消毒算不算酒驾？”交通警察很肯定的讲：“这不算酒驾，你伤到哪里呢？”辣妹回答：“伤到了心，所以用酒精消毒。”警察说：“闹安呢？”一位男士去办手机的申请，他面点的拿出证件，柜台小姐一看姓名是姓高名帅，他瞄了男士一眼，这个男士很不好意思的低下头。这时候这个聪明的小姐立刻缓和了彼此之间的尴尬，她讲：“很巧，我先生跟你是同名但不同姓。”我先生姓贾。贾帅。我们进入主题，你问我答。台湾失联，我老是忘掉这个字怎么念，一个木一个丁，还是念着丁吧？啊？行啊，行啊，那我还拍他嘞。一个木一个丁。应该是听啦，但是因为诗歌你把它念停，所以他就只好用停。哦。台湾失联情。问的啊，阿弥陀佛，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尊敬的师尊佛安。恭请师佛施仪，关于轮脉的问题。密教以着火，即菩提心业意，去开五轮。
修行的轮脉是否皆是有顺序的进行开通？例如眉心轮开通之后，才会往下开通喉轮、心轮，再来是际轮、密轮。轮脉的开通能否使用体功法进行个别的开通，或仍有顺序的问题呢？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的轮脉是否有开通？师佛的开示中曾提到，轮脉的开通会见到净光，而行者在不同的轮脉的开通会显示怎么样的品质呢？例如心轮的开通，行者将更有爱心吗？啊，感谢师尊传法开示，施以指引众弟子。我所知道的，一般来讲起来，开五轮轮末的开通是这样子啊。第一个，大部分是从际轮，大部分从际轮，因为火大部分都是在际轮底下，左火际轮底下四指的地方最接近际轮，就是肚脐底下四指的地方，就是着火是从那里升起来的，所以脐轮是第一个先的。按照次序来讲，脐轮是第一个，以后的轮脉的开通是可以自由。而开五轮是第一个，是际轮先开。那么眉心轮这边是溶解菩提心业意的地方，把心业意溶解，然后往下，一直到际，着火升起来再际，先结合。每开一个轮，都会显现神通。你轮脉有没有开？好像这五个轮哦，关系到五个神通，就是少漏尽通。五个轮关系到五个神通，甚至有开了一个轮，就会得到那一个神通有几分，哪一个神通有几分，这种现象会产生出来。那么如何这个进行个别的开通呢？可以使用体功法，没错，他问的没错，可以用体功法。体功法就是这个金刚拳、瑜伽。你要开哪一个轮，你先那一个练那一个轮的体功法跟他的瑜伽。金刚拳啊，你要开通际轮，你一定要扭动你的腰际啊，让你的这个轮脉那边可以松掉，让气跟脉可以通，气可以通那里的所有的脉，那里的脉就松掉。这样子的有这个作用啊。练喉轮呢，你要转动这个喉部。练眉心轮呢，你要让这些松死掉，这里的因为每一个脉
都是很紧，你要把它松掉。眉心轮、喉轮、这个心轮、际轮、这个密轮，啊，每一个脉都有它的提供法，就是金刚拳跟瑜伽。是可以的。那么每一个轮打开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神通的显象出现。心轮的开通，行者将更有爱心。那个跟爱心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心轮打开，并不是。爱心只是在你的心轮里面，不是的。爱心不在你的心轮里面，也不一定在外面，啊，在里面，或者在你的意识里面，是在你的意念里面嘛？爱心就是在你的意念里面嘛？我是这样子认为了，啊，不在外面。不在里面，也不在中间，在哪里呢？它就是你本身的意嘛，本身的意，一切都是由意来运作。例如，好像是说明点下降，啊，着火上升，都是用意念，都是用意的。这是回答这台湾的这个法师所问的，会显示怎样的品质呢？它本身就有通力，有通力，而且每一个轮打开都象征着那个，好像也是一个果位哦，在密教里面是有讲，你打开一直打到打开了五层，就到第十地；打开了第六层，就到第十一地半。十一地半，打开了七轮，就到了十三地。啊，密教是以这个打开这个轮脉来论这个果位的，论果位。我们在讲这个《维摩诘经》，诸人者，就是说，跟这个所有的大德，仁者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啊，诸位大德，维摩诘就是他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去探病，然后他借这个探病的时候。他依照众生的根器给他们讲佛法。诸人者，就是诸位大德，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因为他知道说众生都是有病的，你要断掉所有的病，你要得到佛的法身，就绝对没有病。人生都一定是有病的啦，不要以为说自己很健康没有病，其实都有病的，要变来变去，而且这个病哦，变来变去，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啊，尤其到他老了就知道了，
全身都是病，很多器官都已经都开慢慢开始发生病变了，一个病变接一个病变来的，所谓这个好像说三高啊，三高这个毛病，三高都有病变，随便一个diabetes它有三种很大的病变，还有很多的小的病变。第一个视网膜病变 ，diabetes 它有视网膜病变。另外呢，就肾脏的病变，肾脏病变，这个末梢神经的病变，就有这三种病变。那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呢，还有很多小的病变。所以我们全身呢、啊、都是病，众生有病。维摩诘讲的众生有病，我有病，因为维摩诘也是属于众生之一嘛，那时候他是一个居士，所以他当然有病，但是他是借这个病来告诉所有的众生应该要得到佛身，因为你得到的佛身法身以后呢，他可以断掉一切众生的病，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啊，法身不会有病，而且一直这个人生就绝对有病。我曾经讲过，从头一直到脚都是病，连指甲都会有病。这个指甲本来是没什么病的，这指甲也会有病呢、啊，像那个灰指甲，啊，灰指甲就是病了、啊。那指甲是很坚固的东西啊，它还是有病的、啊，它会得到灰指甲。另外呢，那个头发也是有病。哎，头发怎么会生病呢？会啊，怎么不病呢？头发会掉啊，会中间的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啊，长不出来啊，而头发还会变，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头发。啊，金发女郎到老的时候还是变成白色的，黑头发也会变成白色的。啊，另外呢，黑头发的、金头发的啦，啊，不管你是什么银头发、铜头发，全部到最后老的时候全部变成白色。所以这个真的头发也是很那个的，那很微小的、很微小的东西都有病变。佛身跟法身是没有病变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你能够修行得到法身，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可以看到啊，师尊的法身，师尊的法身。我这个肉身是有病的，我讲过我今年啊实在是
其实九岁是不是很好的年啊，一下子这个肠胃不适，一下子血压降不下来，等血压调整好了，肠胃也调整好了，哎，水的毛病来了，脚水肿，脚水肿。为什么脚会水肿呢？很简单的，你不要以为药就一定可以治病的，药也是有副作用。医生有这样子告诉我，降血压的药的副作用就是脚水肿，就是脚会水肿，那要怎么办呢？啊，医生他告诉我，第一个，脚会水肿，你就喝水喝少一点，但是还是要喝，要走中道。就信宽医生跟我讲，信宽他说，你喝了那么多的水。我每天喝很多水，那你本来就是脚就水肿啊，啊，你又喝很多的水，这水给你排掉，你又喝很多很多的水来补充，所以你只要走中道，该喝的时候喝，不该喝的时候不要一直灌水。第二个，你不能吃盐，太咸了。脚会水肿，不可以吃盐，盐不能吃太多。第三个，你的高血压的这个药量要稍微降一点，不要超过标准。你超过标准了，就引起你脚的水肿。吃多了无益，药就是毒。药也是毒的一种，它有副作用，每一种西药都有副作用，不管是西药中药全部都有副作用。他告诉我这三种，第一个高血压的药降，第二个不可以吃有盐的水，像那个我很喜欢喝那个台湾的速跑，就是健康饮料了，还有喝那个气泡水啊，气泡水那里面含的盐的成分都很高的，或者饮秀，这个叫做什么？饮秀知道吗？就是气泡水啦，那里面含的这个那个含的盐分非常的高，我就是喝气泡水，喜欢喝气泡水，啊，喝太多了，哇，那个叫做运动饮料，又叫做运动饮料，里面含的盐分很高，它是补充你身体的水分，但是含的盐分很高，那个不能喝的，还有那个。饮秀是不能够喝的，也就是那个很多种这个蛋白质啊、营养啊都在里面的。饮秀是有时候是哎，那不能喝啊、哦。对啊，饮秀。所以那个信宽医生跟我讲。你这三种要禁掉，第一个水不要喝太多，第二个盐不要吃太多，第三个那个药不要过量，要降低，你的脚气肿才会好。脚水肿很多毛病的啊，人身体怎么做都有毛病。我现在读这个维摩诘经才知道，这
四身不净啊，会恶充满啊。可是身体啊，真的是很弱的。你先小心一点哦，你身体如果是在那个微血管方面，你有一个破洞，有细菌一进去了，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呢。那是感染，你感染了细菌在你的身体里面，你那一块整个红肿，又红又热又痛，又肿起来，那就是蜂窝性组织炎。那必须要用抗生素去给它，去给它停止杀死那些细菌，你那个蜂窝性组织炎才会好。我也得过蜂窝性组织炎呢，就身体真的是没用。法身就没有病，我自己的法身没有毛病。那个印尼的他叫玛雅，我叫他我的玛雅。我们常常这个讲，常喊，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我的妈呀，哎，妈呀，你有没有看过师尊的法身？啊？有啊。有。OK， 好，我知道你看过。他看过世尊的法身了，所以很多人看过世尊的法身了，因为他印尼来的，我就可以点他的名字；台湾来的，我可以点他的名字。对，那个韩语哈，韩语看过法身哈，而且法身有没有跟你讲话？有。你看法身都会讲话。法身都不会病的，他可以不用睡觉，法身不用睡觉，佛身也不用睡觉，他不用吃东西，他也不用吃东西，真的，所以得到佛身是实在很好。将来呢，我这个肉身不见了，我法身还在啊，而且法身，你看跑到印尼去找我的妈呀，可以跑到台湾啊。你不要以为说韩语现在人在美国，我的妈呀，他现在人在美国，他法身真的自由自在。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母亲也是得到法身，她是法身大士，观世音菩萨。刚刚我们开始在这个同修的时候，我妈妈来，我妈妈来，她让我感应，她先显现，因为她说父系亲人在这边，啊，母系亲人在这边，那是我的，我讲的我的方向，啊，父系亲人在你的这个左手边，母系亲人在你的右手边。他一看到，他一讲到那个母系亲人的时候，我妈妈就来了，我也没有期望说我妈妈会来啊。他法身就来了，我就看到他，真的，而且他显现得非常的清楚，跟他年轻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的在虚空之中显现，
他的法身，然后他再转化为成为观世音菩萨，那我知道他就是大士，观音大士。那先显现我母亲的样子，然后再转化成为观世音菩萨。所以我刚刚的时候是看到我的母亲，因为她念了。我觉得我本来对她年轻的时候的印象，或者是年纪大的印象，不是很清楚啊。然后看到她的时候，我知道哦，这是我的母亲。然后她一下子他就转变成为观世音菩萨，是因为他在念父系亲人母系亲人啊，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啊，他就突然之间显出来给我看，哦啊，然后让我感应到这样，所以我可以看到法身啊，看到佛身，看到法身。要得到佛身法身的，就是断掉一切众生病者。维摩诘跟所有的大德讲，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可以讲，就是要发道心啊，刚刚开始发心修行，就是发心菩萨，初发心菩萨，这刚刚开始，你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如果兼顾你自己的道心了，或者得到了这个心了，真正得到了这个道心了，也可以讲。初发心一直到了正道，这个意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台语，但是比较接近梵语，比较接近梵语。如是长者维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意思就是讲说，这个长者维摩诘大士来看他病的人，他就应机说法，他的根基是什么，他就讲什么样子的法。你不能对这个好像上根器的人讲下根器的法，对中根器的人讲上根器的法，所以说法也要应机说法，对某一种人讲某一种法，那个就是应机说法。如应说法就是依照你的根器来讲某一种法，他的意思是这样，来看他病的人，他就是应他的根器来说法给他听。这样子呢，令无数千人有很多去看他的病，他真的是一个大员外啊，一个很大的员外，就很多人都认得他。所以他一生病，所有的人都去看他，就无数的千人通通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可以讲说初发心，初发的道心。他们都哦，这个维摩诘讲得很好，他就发心要想学佛法。
这维摩诘大师也是很辛苦，他为了度众生，自己也要有病，那大家都会啊来给他问病啊，来看他了，来看他了。在现代来讲起来啊，真的也是一种，如果真正医院里面呢，真的有一个人生病了，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生病，大家都去看他，哇，几千个人一起去看他，那医院，现代好像就比较那个，现在的像现在目前来讲，以前我曾经想过。释迦牟尼佛讲说，看病的福田第一。这个人生病了，你去看他，你去探病，他福田，福田第一，就是说你种下的福田是很好的。他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你说你得了 COVID-19 那你去探病，看病福田第一，我看免了吧。现在不能让你随便去探病了，而且医院里面有规定时间，哪一个时间你可以来看，而且一次不能太多人。医院也是很肃静的地方啊，一下子涌进那么多人，那还得了？不过这是古印度了，古印度他可以这样子，哇，几千个人去看他的病。那么再来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派他的这个弟子去看那个维摩诘的病了，一下就会开始讲，所以那个经文就《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其实一个师父跟所有的弟子其实是平等的，平等无差别。他为什么称为弟子？弟子这两个字，师父是兄长，徒弟是弟子，弟子是弟子。弟子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个你自己敬仰的、有道的，或者是圣贤，视为你的师父。他已经先到了，那你还在学习。所以你是弟子，他其实同样是兄弟之间的关系而已啊。什么叫弟子？就是师父是长兄，那你是弟子，弟就是说你是比较小一辈的，长兄是比较高一辈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啊，兄弟姐妹哪有什么差别？啊，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啊，基督教常常讲，兄弟姊妹，啊，都是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辈分稍微高一点，所以那个师父以下的都叫的弟子。释迦牟尼佛跟所有的弟子叫所有的弟子去看这个维摩诘，所以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这个弟子品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叫很他的弟子去看维摩诘，去看维摩诘的病，这个经题啊，这个经的这个标题是这样的。
这个是笑话吗？前两天终于升格为准妈妈，老公叫我赶紧去跟老板讲，争取减少工作，好好保胎。午饭在餐厅的时候碰到老板，我难言兴奋地对老板讲，老板，我怀孕了。周围的人都转过来看，老板愣了半天，憋出一句，你老公知道吗？其实这没什么呢，你老公知道吗？你怀孕了，他当然，老板也问说你老公知道吗？我回答，我老公叫我来找你谈。这个都是误会哈，误会误会。像那个卡利福尼亚那个珍妮呀，珍妮哈，突然间跪在餐厅门口跟我讲，淑珍我怀孕了。我说你讲话小心一点。在公车上有一个男生站在一个怀孕的那个女生，那个女生是这样子的，一个男生坐在他的公车的位置上，有一个肚子稍微隆起来的女士站在他的面前，他对那个男生讲，先生，我怀孕了，意思是请他让座。那个男士讲，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同样的笑话。有一个人去找一个算命大师，他跟大师讲，大师，我都三十几岁了，一事无成，工作也找不到，事业也做不好，一直都赚不到钱，我应该怎么办？这算命大师跟他讲，你呀，将会一直穷困潦倒，直到五十岁。我心想，五十岁就有转机了吗？于是很高兴地问，那然后呢？这算命大师看了他一眼，就以后就习惯了。习惯了。刚刚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我赶快去救他，说有12个人在打他。我这个人二话不说，马上就冲了过去，事情就解决了一半，变成6个人打他，另外6个人打我。我买了杯面。非常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
李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6月18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李藏寺主持大拜莲花童子护摩法会，讲授《维摩诘经》，赐授大拜莲花童子法灌顶。彩虹李藏寺周日开放时间上午10点15分，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详情请参看彩虹李藏寺网站查询。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本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佛具部及为佛像开光。Oh.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和黄金教授师法师父上师大德的扶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网络直播到此结束。
还没有接受加持的义工朋友们，请你们来接受加持。还没有接受加持的义工朋友们，请你们来接受加持。我们一起顶礼感恩，谢谢师尊。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谢谢师尊。师尊晚安，大家晚安，师尊明天见，大家明天见。